今天小困200，还可以。喂，好累，我刚刚在跑，小喘，下板还可以。我操，我今天地板狂漏的，手都在抖。适应了一把，适应了一把，还有第二把赢了。第二把就正常了，补刀漏太多了，漏太多了，很多刀都能补到的感觉。感谢 NNIIS 老板送五把手，感谢老板，白给了呀，舅母，妈岩雀飞我就死，不用死，吃了个炮车人没了。不正的，还有我呢，不正的，得被三个围殴致死。从这个炮给你过上吗？被逮捕了，完了又是中单，昨天中单0-10，一会儿，今天再来一把证明。哦，这样摔给谁？先搬妖姬，看头疼。今天差点狙错弓了，没事，我把前摇收住了。